谢谢大家，来辛苦辛苦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行，不要跑，不要动，趁着现在大家都在，我们把话当面说清楚。为什么现场和彩排的音乐不一样？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表演变成了你一个人的 solo？ 白雪，不是那样的，我让你说话。 你说，好了好了，这也太多人了，我们全后台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跟你们压威是上了台才发现我脑子都是懵的。白雪，你不知道，没排练没合成，你那一句台词一个走位一个动作都没错。现场的灯光都卡着你的点，还有薇娅给你升起来，你还飘呢，你真当自己是仙女啊？ 林佳怡，你把我们当偶像？刚刚那巴掌算我还你的，现在我们两清了，那我还真得多打几巴掌啊！冷静一下。你们问问你们自己，如果没有我，今天能不能走到这儿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绑在一起，你们能不能有今天这种人气？公司今天做了这个决定，为什么？ 林佳怡，你真好，四年了啊！为了你，我不敢做的事情我全部都做了，我舍不得的，我全都舍得了。为什么？都是为了你们，我的好姐妹。安娜，我还是很谢谢你，不用感谢我。 我是为了我的好姐妹琳琳做的，而不是那个C位出道的林佳怡。其实我内心也很挣扎，虚伪。不要跟这种人废话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就当喂狗吃。韩雪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、理智一点？我们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。 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活，我要是不理智，早就把你摁在地上摩擦了。几个意思啊？啊？外面都是记者，粉丝都在外面，不要慌了。我一定会控制住舆情，压下来。韩雪，你给我消停点行不行？你想这门道赔公司违约金是吧？你，老娘早就不想干。 什么破公司、破舞台，还梦想大家庭呢？不就是拿我们这种小姑娘骗钱吗？我不干了，违约金多少，老娘砸给你啊！两个都给我开除！保安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！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谢谢你，祝你成功。